没声音了，你是有了吗？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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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终于有了。对，我有了我有了，来吧。等到快睡着啦，怎么等到快睡着？我想说你怎么都没出现。哦，五分钟就到家了哦。哦，来啊，密码0204啊，叫观众进来被我们虐啊，快点。我们要组队了吗？这也不用组队吧？这不需要组队吧？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的车越挫越勇的，打几分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。打15分钟的。你知道有人已经偷练到满等了吗？谁？古锥啊？对啊，也就他。古锥那边。他快就满等了、啊，那个没多高。对啊，等他是一下就他一下就满等了啦，其实很快了。来啊！Welcome。好，重盖车。我要重盖一台啊！我也要重盖一台。我也要重盖一台。干，每个都要重盖一台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要重盖。为什么大家都要重盖一台？是有什么理由？这游戏不是因为铲车不优秀。铲车不优秀。我觉得我要放这个啦，到处去掠夺资源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加装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找回我之前的这策略喽？对，我放了超多个装那个碎片的，待会就是用这东西去把你们的东西全部干走。哎呦，干这个东西放不下，不然放外面好了。碎片可以拿去修车。不止修车，还可以拿去装新武器，还可以加装，只要不要死，不死就是赢，听过吗？我现在比重配重有点奇怪，这个配重有点畸胎，欸、不行，我啊，重新弄过好了。对，先装这个吧。其实这个一个就够了，这装两个有点太过。这个是引擎啊，最强引擎。这个不知道装哪里耶、欸，装哪边就怕被偷打，被你们打掉就亏了。上次忘记装电瓶，电瓶要记得装啊。开两个炮，然后就不会动了。这样不会翻车吗？会啊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想办法把你的机器弄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呢、啊。这个是 Power of 500超级冷却机。我剩下6000点，然后电瓶有它这个发电机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怎么讲会产生电力，另外一个是可以储存电力的，所以你可以盖一个储存电力的放上去。这样可以了吧？我觉得我不需要武装哎、欸，我就是哎、欸，不需要那个防护哎、欸，就是一直疯狂杀你们，收集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各种屌虐他们，这样就饱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有些东西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中型 machine gun， 这个是大炮吧？小型大炮吗？小型炮塔，中型炮塔，要开赌盘哦。这赌盘只能够赌那个啊。赌盘要怎么赌？准备来嘴了，不要嘴啦，干嘛嘴？没钱了，还剩多少钱？700还可以装，这个400块，哇，剩300多块，怎么办？剩300多块，300块，这样剩下，不然就是把这边连接起来好了，保护一下我的电瓶，这样 OK。我好了，你们好了吗？
啊，视野被遮住，线，这样好了。这样呢？好，知道了。这样了啊，这样了，这样了。不行，这不行啊！装这边，装这边。射爆你。OK 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哦，看有观众进来啊，威尔森。芝加哥杀手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是芝加哥杀手？拾荒战车？哎、欸，我的 Discord 真有问题哎、欸！对，我 Discord 真有问题，哦 ，Discord 一直连线中。喂？哎、欸，谢谢订阅，感谢。Discord 爆炸是不是？喂？喂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面那个就会连线有问题。可能那个频道不喜欢你。那个频道有问题吧？你们好了吗？好了 ，ready 哦！快快快快快！快了吧？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有观众要中途加也可以加哦，反正都会被我虐。这么有信心吗？当肯定有信心的，我的车子这么强，回收车 V1，我待会会吸收你们的零件，成为我的一部分的。你们好自为之啊，少年，好自为之。Ready ready， 小鸡就等你了。好，来了。那、啊、你的麦怎么断断续续？没有错，你音感要调，对，音感要调。因为你的麦就这样，噗噗噗噗这样子。快啊，等你们我。我取个名字，我取个名字。快快快！大家都要成为老大的形状。对，我拾荒战车，要把你们全部拾回家。好，来吧。快选。打骨锥啊，骨锥现在满等啊，是该教育一下。我还早。哦呵，我这车速很快的、啊。闪电车阿斯拉 ，APD， 我看到你喽！等一下 ，APD， 哎，小弟，路上都是残骸，回收。撞啊！你的爆塔不能转弯哦，你确定？那你觉得谁先爆？好久没看台了。谢谢，感谢阿明，谢谢。
还想跑，不要脸，还想偷跑。看骨锥有什么东西啊？哦哟！停了停了，骨锥停，骨锥停。靠，车子被打成这样。嗨！我被控制了车子，好烦啊！看一下，好像没钱了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光雷射光束是怎样？是我太烂了。打屁哦！没啦没啦，太重了。我来帮你减重。机动性才是王道啊，还学不到这个道理吗？我靠，跟我撞！我跟你讲，我最好了啦，我们不要打，我们不要打，你不要逼我把你炮，把你炮给拆喽！哎、欸，拿到心灵剑呢？你刚才就是拿这个吗？哎呦！你的尸体被我吸走了。靠，这个不行！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觉得应该要再装一下。不然这炮打不到人啊。干心理战。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公路赛车。心理战是不是？来来来。喂。哎呦看。我改造一下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扩散一点，还有多少钱？钱应该够吧，还可以装两管，应该没问题。你还要被剪尾刀了？你要不要合作一下？你要被剪尾刀合作？哎呦，两个贱的。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怎么那么多零件啊？谁的？皮弟的，皮弟的。哦。偷干偷干！你给你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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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不是？好，谢啦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。求你对称，拜托，就是不对称才强啦，对称就不强了。不然你那炮管炮线全部重叠在一起。我有神去哪里？小鸡去哪里？不要拆我的炮，很贵啊！可以不要拆吗？那你可以不要打我吗？不行，我要打你，因为你要死。骨锥，你那个炮太过分了！哎呦！走了走了走了。迪斯科说要送你什么？搞不好相关信息，那你要小心，搞不好诈骗哦。骗你个人资料之类，账号密码什么的。不打了不打了。你们四五个人追到这边来是怎样？我受不了。威尔森，你都没东西还过来？好热啦，好热啦！看这车子越来越烂了。难控制了！慢慢慢慢慢！那是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皮弟怎么爆了？皮弟被射爆了吧？
杜咪 peace 我路过，我路过而已。比利有路过而已，路过而已。偷点东西。快杀了我，杀了我！哇，太扯了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小亮的 baby。那我把你炮给拆了，看你怎么打。来啊，不是要打。来吧。你去找他们打，你找他们打。要不要合作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合作。啊，来了，哎，啊，翻车！你不能唱别人射得很爽嘛，射得很爽嘛。对不起。耶，我逃掉了。干，车要爆了。没钱的啦。没钱的啦。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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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声，不要扛了，不要扛了，乖乖成为我的养分，比厉害！你追不到我，你追不到我的！看，两三个偷打。电力就是你开武器跟车子动的时候需要花电力。我有车，我有车。你那个偷打！等一下，杜明，等一下。捡到了，捡到了。剩下最后一门炮了。把你武器打烂。前置坦，前置坦，哎呦，前置坦，前置坦，拜托！室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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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！别来射，别来射，别来射，别来射！干，又追上来，不行了，我车要爆了！哇！我靠！谢谢社会工程学，感谢。几威瓦林，你们解放了猛兽啊！我让你们后悔。靠，那边偷射我。刚才 FGO 是啥小？什么？后面有在偷射，你追我干嘛？你后面有在偷射你呀、啊！你逼我的，你逼我的。To me。你干嘛？你放不见了！干妈的，三个人围殴一个。干不行了。别跑！干，完了。
你们只能趁这个时候来。头皮大队，哎呦，也不是说不打，我要爆了，我爆了，你们解放了一头猛兽啊！真的太夸张了，偷袭，不讲武的年轻人偷袭，可恶，跑了，不讲武德。哦，还有剩耶，没有，有效你要自己去那个。哇！剩四十秒了，现在还不知道谁第一名啊！我输了，我才杀两个人而已。我发现拾荒大队也没有多好哎、欸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怎么没东西啦？哦哟，哇，半条血，哇靠，我要爆了！两个马达，看，哦看，我被戳爆哎、欸，他太扯了吧！看这冲撞。哇靠！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看我第几名？你第，我几分？19。那、啊、你们呢？我6.5。剪尾刀哦，你们！我19分啊，这么夸张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卡到那个画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开赌盘。开什么赌盘？已经有第一次的数据了吗？你说能不能拿第一名？是不是？对啊。看一下。刚最后一个，我车是装两个大马达，太夸张了。直接重开吗？直接重开吧，因为我画面卡住了，我重开。这么离谱，太过分了。对啊。哇，你是直接跳出去对不对？对，我重开，我重开。游戏要重开。密码就不用了吧？还是要密码？0204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你是开，你会不会第一哦？对啊，感觉你很卡，这游戏在卡，游戏在那个。他游戏是不是转向的时候比较累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应该可能是因为你当那个房主的关系吧。啊，也是有可能啦。稍微啦，优化没那么好，不然下次可以玩那个啊 ，Robocraft 啊。可是他那个要练等，比较麻烦。好了，我再开一台新车啦。我觉得我随便一台车都把你们打爆啦。哎，可以进了吗？可以了。我开小车好了，中车，随便开一台的应该都可以赢了。
看一下，谁？我家人在干啥呢？刚起床。哦，大电池哎、欸。有规定要开新车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随便你啊。哦。因为我刚那台蛮强的。我随便开一台都够强啊，主要还是要看驾驶员是谁。驾驶员够厉害，开什么都厉害。欸，其实蛮意外的。意外什么？就是明明就是你一定要赢我们全部的人才会第一。然后还有41%人相信，41%的人相信你。对啊，因为我技术了得啊，他们相信我的技术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场上那个风蚀极电，他们已经看到了。我保持着怀疑的态度。我觉得，大家赌性真的很坚强。不会啦。我就说他们看到我风驰极电的表现之后，他们就深深为之动容，说怎么有那么厉害的技巧。不要笑，待会就知道。这个就跟股东会说我们会发大财一样。然后你们知道，然后隔天那个就会跌停板，你知道吗？看我哪次没赢，是不是？哪次没赢？我觉得不要走对称，对称没什么屁用，是不是？对称是不是没什么屁用？对，不对称比较强啊。观众也叫我对称，我就偏不。我觉得强迫症的对干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样子比较强啊。对不对？你会觉得有问题，表示你们对这种东西不熟悉啊。抵制操盘，没有操盘啊。我们不能下。好，完美。怎么输我都不知道了。是怎么样输？输的自己都不知道了。没有，真的不会输了。所以我怕冷却会有问题耶。可叫我怕热好了。我看到那么多的炮塔，我自己都怕。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你们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就 ready 吧。不会吧，这台车感觉挺稳的。 OK 的 OK 的，可以退款一下吗？不行，你们都下了，给你们5分钟，就是要让你们慢慢下。谢谢雷秋，感谢，谢谢丁叶。能试车吗？没有，我们进去才知道。反正待会真的不行，我会瞬间改，不用怕。信你，我是智障。干脆不要打，我赢了，你慢慢送订阅来那边骂我智障的。赢了是不是该送一下，帮你们赢钱。皮弟，剩你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了，看看。小孩开大车。
地对干是不是？哇靠！这什么车啊？我的装甲！看，冷却真的有问题。我的武器过热全爆了，不是要先杀了 PD。看你们偷剪尾刀！干！不要逼我！完蛋！完蛋！没力了，有没有要捡人头的？快点！杀了我！我自爆，自爆，扣一分也好。警卫刀，走进警卫刀。哎呦！哇，人间巨炮！哎、欸，我被打掉了。哎呀，我要上！站喽，站喽，站喽！哎，不要啊！给点机会，给点机会！飞机！干！我现在不，我现在不浪了，我要杀到爆！被撞爆！我现在感觉好像没办法拿到前几名啦，
这游戏为什么一直累个累个的？奇怪，转向的时候容易累个累个。又跑掉，再去德莱斯怎么买啊？有点危险吧？幹，你們都搞圍歐欸，你妹的嗎？三四個人打我一個，太夸张了！我等下看能不能改，把画面改顺一点吧。啊，完了。保华，哎，我保你耶，干！好好好，我打他。我打他。又被捡走尾刀了，感觉被阿拉花刮哎、欸，真的是。还想惨啊！
哎呀，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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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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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就爆了。又被剪尾的、啊，干你！我在那边打前面，然后你们偷打，干真的才真的很贱。哎呀，保保你，我保你，不要打我！保你，我先保你。等一下，哎，要反杀！前手里那个翻倒了。干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难赢了，难赢了。拿了两个新武器，来帮你。我送你进维修厂，我送你进维修厂。干，这还有这种招数哦。Okay. 把你送回回修厂。好，好，送我回维修厂。好，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。哎，你打我干嘛啦？我说不打 BD 啊。要 屁 是吗？要 屁 是吗？要不要 屁？要不要 屁？ 屁 还不 屁？ 屁 啊！像创世战车我没有玩过哎、欸。合作啊合作啊！我不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朋友吗？没有。哇！耶，35分，谢谢。太夸张了！
怎么输啊？搞维欧，结果也没有收掉几次啊！你们哎，刚、欸、才说那边唱衰，是不是该送订阅了？啊、哇，崩盘了，崩盘了、啊，崩盘了，还敢唱衰？该送了吧？哇，天台人满了。结果根本不需要保啊，他就很强了，一个就全开笑喽。来啊，要再开一局新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开一局新，用新的车 啊，用新的车啊。好啊，那我用新车，改新的一张。离开吗？对，离开，我再开一个新的。你要不要把那个钱用少一点？怎么说？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更比技术啊。那我可以弄多一点啊。我觉得一万五是刚好，一万五是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你再少的话，就是一直没性格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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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对，这样是很刚好。然后更多的神风特工队，更多的。感谢谢，感谢订阅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画面会有点卡卡，不知道怎么调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开。啊、哇！感谢赠送订阅，哇，说话算话，赞！谢谢你。我跟你讲说，我这个真的是不开玩笑，我。盖这个东西都是有设计理念的哦，他们那个没有设计理念乱盖，是不是？嗯，要设计理念是吧？来，对啊，开玩笑，我的设计理念。钱呢？钱要不要多还比较少？都没差啊。我觉得就这样，就15000。15000，嗯。看一下我要怎么弄。射进器啊！我玩小车，感觉冷却系统真的很重要。哎、欸，感谢谢谢订阅。哇，塞不下。我只知道射进里面。射进里面，到底在说啥？他这个也有电池应该够、啊、我先讲啊，这局我不保证能赢哦，因为 我想说试一些新东西。他们都下完了，他们都崩盘了。我该怎么讲啊？下完了，赌完了才讲。怪我咯，怪我咯。他们都已经按下去，钱都已经在你那边了。怪我咯。裤子都脱了，你竟然跟我讲这句话，凉！哎、欸，搞不好会赢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雷射枪抢不抢啊？我没有那个武器啦。我最距离武器耶，近距离强，就刚才有用过，你看。嗯，近距离可以的，对的。远距离不行吗？我这样突然很想回去玩那个 Robocraft， 可以做一堆奇怪的东西。它这个开的够快，可以起飞吗？你说这一款啊？对啊，这款应该是没办法起飞啦。超级战车，我好想做出一些很不得了的东西。
没有看过天启坦克吗？什么叫天启坦克？那是干嘛的？到时候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天启坦克。雷射射的频率高吗？那就一直射的啊。哦，他所以他很耗那个就对了，会非常耗那个功率，出那个电力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你可以从头看到我。那你看，人家博西坦克。发现都没有人玩炮，是因为炮很烂吗？对，炮的伤害力其实蛮低的，我觉得。好啦，不然我再给你们一次开赌盘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退款。你是对自己已经没？你怎么妥协了？对呀、啊，说好的信心呢？我头已经压了，你这样妥协。然后你们自己判断哈，博西坦克。哎、欸，感谢秋意，谢谢。不要说我那边操盘哦，我都已经给你们重新下了机会。如果输了，请自行承担，好吗？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详情请阅公开说明书。笑死。好了吗？皮弟不能这么没信心啊！来来！我以为我已经在里面，结果我刚顾着看车都没在里面。啊，你没有进来啊？哇！我以为我在里面呢，所以我在弄。来不及了。什么伺服器断了？你可以参加下一场的大赛。下一场大赛，你可以先把你车改好。开始了。来啊来啊，快点啊！快了，我快了，我准备好。你的天启坦克呢？有啊。我看你叫 Bucky 坦克。Timmy。为什么有人选预设？好啦，我觉得我这一台也很容易爆了，但是看起来很帅，就这样。老皮能玩冲撞流吗？我想看你撞他们。冲撞流撞一下就爆了，就撞一次就死，撞一次就死，感觉不太行。冲撞流没技术。哎、欸，感谢谢谢订阅，其实可以啦。冲撞流就是用很便宜，然后撞一次就回去换那个。冲撞感，然后撞一次就会去换冲撞感，反正换保险感嘛。但是你也要吃得到东西啊。不用啊，不用吃啊，你只要钱不要花完，你就可以回去换啊。哦。比如说你因为一万五嘛，你就花，比如说你的车子只有五千块，你就可以一直回去换。你可以把那个、啊、车子装甲调最，就是弄到最快、最硬啊，然后车速变最快啊。对啊。然后你就在战场上穿梭来回。收割，你还记得我那时候的那个我要进来后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够重。我要来收割，刚才那个笑的。等一下，后面两个更精彩，后面两个更精彩，等一下了，靠呀！干的就咋想了？刚才被冲撞哎！干那个雷射是太小了，不要垫我屁股了。干一直被冲撞，完蛋了！好像比较顺了。
后面有雷射，后面有雷射。靠！他那个马达装到最满哎。回来。哎，打屁哦！靠，坦克流好像不错哎，其实蛮强的啦。个雷射，我开到三两公。哎哎，翻了翻了，干！所以你们射，送你下去。太扯太扯，看来只有我能制裁了。哦，干！我让你进维修厂修啦。哎呦！坦克流真的超屌的。坦克流完全不行啦。这是后悔啦。然后翻了翻了。套这么贵，然后这么废。哎呦，皮弟，看！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谢谢。完了完了！哎，不要只想杀杀那个。你那个好恶心哦！啊，我没碰，没碰，没碰！哦，皮弟！我坦克，走开！不要小看我啊！小巧精干，小钱啊，小七，不要走，小钱，小钱。后面，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操，先别打我，你后面就是你啊！我干，又被撞。三个人打一个是谁啊？
哎，全部人空袭一个，看。小亮，快回家！你要让他剪尾刀。你也是大炮，合作合作合作，合作合作，别别别，大炮不为难大炮。打雷射，打雷射最可恶了。打雷射，打雷射，打雷射。我短小精干啊。光明坦克是不是？扛不住啊！哎，小亮，不是说大炮不打大炮吗？我没打你啊！哎，你还在这上冲那么久啊？小心看！干三个打一个，妈的！干要爆了！干四个、五个，干全部打一个是怎样啊？骨锥、骨锥、骨锥，雷射那个一定要先解决。先打骨锥，小亮，骨锥啊！好兵，我们要合作吗？我们雷射的。不合作，你刚才偷打。我的字典没有合作两个字。拜拜。我剩下三管雷射而已。车太轻了，一推就倒。哎，大炮不是不为难大炮吗？你们这道德，我不相信。我也真是脚趾特别发的。哦吼！哎，古锥那太贱了啦！钱，要钱！
没有还你会很惨的。威尔森已经下很多。他刚才在弄我，好不好？哪有？他刚才原本要撞我，他没撞到。嘿嘿，吃我大剑巨炮！我不跟你打，我先回去修个车好了。也又拿了一个新武器嘞。先处理我的车好了，弟弟，别走。就是那个可以蓄力的那种，哎，来，一台。蓄力的强吗？雷射好烦哦！来，我过来了。威尔森太硬了吧？他已经贴很多装甲。色仔还敢跑啊？跑掉了！哇，车子越坏越多。又是威尔森，我把引擎打掉了就好了。他打他的话，要用那个炮弹打会比较好，因为我拿镭射打他，真打不死，就是只能趁他装甲爆开的时候，我再去上去补。不然你一个镭射真的射不死他。哎，那里啊，有一个要进去修理了。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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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嗨，小亮。等一下，我没东西了，我没东西了。一定确定吗？有没有偷打我？下啦，哎，我帮你撞开他。哦，翻了，我翻了啊！没雷射，没雷射了。嗨，一定我没雷射了，还剩下最后一管，撞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完了，输了。啊！我修理啦，不给啦，修理啦。太扯了，太夸张了，没办法，这叫做我的工艺啊，皮皮工艺第一名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要重开，我要重开。对，但是我已经掌握到游戏的诀窍了。来，最后一局。下一盘不敢下了，怎么会不敢呢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别怕嘛。我。
有人赢49万点呢、欸，太多了吧？他应该是全下。我怀疑他是威尔森。他就是威尔森、啊。他不是啊，他不是威尔森，是叫威尔森。威尔森啊，威尔森叫威尔森。看威尔森那个设计其实也不错哎、欸，但是他我觉得他就是少了大炮。要有他如果有炮的话就可以了、欸。啊，你们满了，你们满了，没关系。满了吗？满了，8个人。哦，还是我先请那个 S 那个。没关系啊，我请 FGO 先那个啊。啊，算了，好啦好啦，那你要让位给他、啊。我让位给他。好、啊。我来。可以，感谢，谢谢订阅。阿土蹦蹦 C， 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要组什么车？换个武器哦，有这个啦。哦，能量炮是不是？这个强吗？哦，装一挺，我车子都动不了了。3000块，一管3000呢、欸。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是不是？我昨天那把强吗？要技术，那就表示不强的意思。没有，他蓄力到一定程度 ，K 下去很痛。只是蓄力过头的话，你那个炮管会坏掉。蓄力过头，炮管会坏掉？对，因为它过热。什么烂东西啊！不需要了，武器什么的不需要了。你要速度，还要冲撞仔，有履带可以用吗？没有，这个游戏比较没那么多有的没的。PD 要成为速度了，是这个世界把我逼疯了。对，是把，到底谁把他逼疯？这个残酷的世界，你现在盖这个很像某一种摩托车呢，旁边可以有第三个位置呢。对啊，感觉类似啊。我已经不追求合理性了，我追求的就是一个极致的实用性而已。只要使用什么都可以。你都会发现很多惊奇。这管3000块，塞两管就不能盖东西了。要节省成本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放弃引擎哎、欸。变成定点炮，那个绝对是一个超烂的主意，绝对是烂主意。加点防御好了。好，我好了。好，我也准备好了。PD 那个名字，那你这个不会翻车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大家觉得我会赢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了。这个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我蛮好奇这次的比率会是多少。我没有保证是可以赢哦，因为这武器我没用过。哎、欸，我车子卡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测试一号。
我疯了，是你们逼疯了我。哎呦，开始变悬殊喽！红色瞬间暴涨。看这车型，你怕了？别人恐惧，我贪婪。我这么哑巴？原来是那个聊天室巴菲特啊。对。还有一台，我也真的还没弄好。太前卫的设计。我不敢保证哈，不敢保证。Ready，Ready。你相信我，我不相信自己啊！我觉得我可能开一炮就翻车了。哦，五五开喽！我觉得我应该刚才开一炮就翻车。开一炮就翻车。因为重心好像不太重，毕竟他那是大炮，不是机关枪。聊天是要有信仰。看了看你的对手，我放心了。不一定啊，鸡鸡零一要 ready 啊，小亮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要开始了。哼，嘿嘿，看这烂东西，完了。威尔森不要去开始就错了，看超烂呢、欸，完蛋了。不是啊，这个武器真的没什么屁用哎、欸！看，超快的这一场！哇，老大！哎，古镇，你骗我！大家在什么啊？疯了，大家疯了！小亮别哦，小亮！哇，好爽啊！哈哈！看，没够！呵呵呵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没用过，我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啊！小亮在偷鸡肉色啊！我操！不要！不要！可以看到他吸到肉色，没有吸到肉色吧？
干古村你骗我，妈的，骗我选这个烂东西。古村你骗我。你要不要直接拆门炮去维修厂？不是啊，我还没进维修厂被你们打掉了、啊。谢谢，感谢。威尔森救了我。威尔森撞我，撞我，威尔森快撞我，快点撞我！看起来是有看过哥道夫吗？哎、欸，你看威尔森来了，看你后面。该怎么办？地形太崎岖了。小亮，是我的火力全开。靠前尾刀，啊，割刀机！啊！让我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先不要打我，先不要打我，先不要打我，先让我进去里面好不好？先让我进去改一下东西。好，你护送我，护送我。请不要攻击我，拜托，干嘛爆了？哎，别攻击我，别攻击我，不要攻击我。别打我啊！哎。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游戏体验，谢谢。游戏，再一次。啊，好爽！不要过来啊！这游戏坏掉了。哎，走开！老大，快点魔改啊！再改了，再改了。你的聊天室要暴动了。啊，豆豆！啊，这样你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了吧？你是冲撞吗？冲车大将军是你。有人在打我。冲刺大将军不要！我觉得你装错别的。再见！该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们一群人想撞我，都跟在我后面呢，好可怕哦！走开啦！走开、啊、你们！不要让骨锥！骨锥，你休想骨锥！不是啊，你们也顾虑一下没有游戏体验的玩家好啊！没办法，看我卡住了，完蛋。伤害也不怎么样啊，这台。
其实蛮痛的啦。谁还敢撞我？我爆了！来撞啊！我身上都是刺啊！来撞啊！哪里痛了？烂死！干！战斗爱，爱爱爱！看太烂了吧！我第一次看人用自己开炮把自己翻滚，这我已经给过。我已经给你们，我刚已经给你们机会了，聊天室。靠，那是肌肉的碰撞啊！激情四射啊！好骚！干我真受不了了！战斗赛车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干嘛？战斗爱。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呀、啊，全战斗时代啊，来啊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我好爽，我好爽！
加入啊！可以，我一定可以做。加入你，放大。怎么是旋转啊？小亮，小亮，再见。皮弟，冲车大将军，你发光发热的时候到了。我快爆了！谁？干！哎，我还没最后一名呢！太扯了！太扯！烂车！烂车！要玩开，全部弄完车，冲撞不能弄武器。烂车啊，烂车啊！啊，重开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不能弄武器，只能弄冲撞。不要啦，就是什么都可以啦。冲撞也是一个战术啊，但是你要给别人用武器的机会。发表一下感想哦，感想就是下去吃土了。钱喽，各位！我对不起大家，但我真的没有要操盘的意思，我先声明。我真的没有要操啊，但是我没有要操盘意思，但是我想看到世界燃烧的样子。但我没办法。我先休息喽。啊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嗯。炮真的没什么用，我觉得这炮好像有点烂，是不是？都不怎么强啊。对啊，我感觉他们输出也不是说特别强啊。那到底是怎么那个？大哥没有输，没有大哥输到脱裤了，大哥不行了，大哥刚才输到脱裤，你没看到吗？好，不行，我还是有坦克梦。坦克不强吗？坦克。有点傲够，为什么？就很有点烂啊！有这么差吗？还是你想要加入坦克的行列？来啊！我现在加入坦克帮。坦克帮，我才不相信坦克那么烂。我的内心告诉我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坦克帮一定没那么烂。我这是要玩坦克流啦，所以如果真的爆掉，我已经提醒你们了，不要再怪我啦。我这到底坦克为什么不强呢？我来研究看看。你不了解坦克，坦克就不会帮助你。
没有退款啊，我就是我给你五分钟啊，你为什么要急着第一时间就下？对不对？那就是你的问题啦。对，不要急于一时啊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这个炮也是很贵欸，输出不够力吗？这也是2300呢。就是应该可以了吧？行不行？这样可以吗？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？我觉得会翻车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纯大炮，我觉得纯大炮应该不差，感觉。你要退钱，可这样会挡住啊，挡住他就不给你储存啊，对啊，你没办法左右放，他就是故意限制你，没办法左右放。不然这样。偏中间一点点，不行。还是要改一些别的武器，看一下。可是坦克炮感觉还是，我觉得还是有发展性的、欸。没事吧，我好了啦，来啦。坦克真的很鸟，有这么烂吗？会后悔的。真的那么烂吗？真的有那么烂？到底有这么差？这个只能射前面一点的位置。Middle 中型加农炮。不然用这个中型大炮应该可以吧？坦克会的超强，没有，我现在也是用坦克系的啊，这个就是大炮嘛，差不多的概念。大剑巨炮主义。
好像有搞头、哦。这个大炮不知道强不强。装双管不是左右会挡到吗？这样就没有效果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装双管你还是一样会有那个啊。正面成二哦，但是你看我战斗什么时候打正面，都是打侧面比较多啊。还是改一下好了。来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不行，我的战车梦告诉我不能放弃。大炮啦，哪次不大炮？感谢，谢谢丁月。好，来吧，这台应该可以啦。完了，老大那台看起来好帅哦。来吧 ，ready ready。我要让你教你们做人啊！闪电五连炮，小炮应该不太会翻吧？我猜了。闪电五连炮 ，ready ready。古锥，哎，古锥，你有选车吗？你没选啊？我看古锥没有选，兔咪嘞？回事，我断线了吗？啊，你们的车，你们车呢？你们要 ready 哦。Hello， 两位，五追啊，我 ready 啊。跟你车子是那个啊，你车子没选。没了，思考了。那兔咪嘞？我要送小亮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哼，等一下老大的赌注是赌什么？我第一啊。那我要送你下去。不可能，你该拿第一有零送你下去啊。兔咪，赶快！算了，靠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定。带着你们的期许送老大下去。红色是不会啊，蓝色是会。有没有？来喽！来吧！哦呦！哎呦！哎呦，兔咪你撞车！啊，又是冲撞！冲撞！干！为什么每大家都要全部干我一个？我真的不太懂哎。
每个都攻击我哎、欸，哇塞，好难赢哦！先干老皮，赢一半，这道理大家都懂。尖巨炮，感谢路易无常，谢谢。难赢呢、欸。还不错玩啦，反正便宜的小游戏。谢谢。
这样吗？不是容易死啊，是干全部人看到我就全部围我打、啊，那我当然我这个怎么样都容易死啊。同时四个人打你，你看你死不死？大炮啊！很难啊，真的太难了。No， 这伤害太痒。啊，好惨哦，这车。
偷偷射啊！他那个坦克整偷偷射啊！对啊，坦克不能打新的。我没有炮啊，我都有射到他、啊，因为这个坦克他的那个。他那个炮的射速比较慢，所以你要抓前质量去射啊。你如果是瞄准心的话，你射不到人的，你懂吗？你有发现我全国道都没瞄准心上面吗？因为你瞄准心射不到人啊。全部都抓我一个、啊！谁赢啊？谁赢？自己讲，谁赢？我对不起各位。你厉害！干，全部人围我一个打。厉害！爽了，爽了，真对哦，爽了，还笑了啦，还笑了，还笑了。PD 大炮真的很烂啊。打不痛啊！大家都舍弃装甲，只剩速度。大炮只打装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死十次，我还可以追到第一名。死掉会扣分啊！欸、你们刚才真的全部都在围着我打，我那个真的没办法活哎、欸。中间五个人，然后我就是我其中一个嘛，四个人往我这边轰，进去就死，进去就死，很难，只能靠技术性击倒，后面才有追回来。好啦，休息了。休息了，哎，让大家看一下我那台车好了。爱情巴比伦，你看过《爱情巴比伦》吗？小亮，你要不要看一下《爱情巴比伦》？好啊。你在哪里？没看到你。我们在山顶见面。好。让你看看我的爱情巴比伦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我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射一射自己倒下来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这很可怕、啊。还是要看我宇宙战舰大和号。大和号。疯狂麦斯。铲车，哇！刚老大一炮直接把我的，铲车。对，我也对智障车辆，我觉得《爱情巴比伦》真的蛮不错的，就是重力出了一点问题。如果测的是，好玩。
干又在搞 A 哦。好了，睡了。你说我走啦，一直卡在这边很痛苦。爱情巴比伦，烂死了。好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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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拜拜。